剪刀，剪刀最压倒的就是，就是每次剪刀啊，切出去以后，然后就开始去洗，是不是？反正就说拿什么上下拿来，先来回几刀了，那个上下皮再一个来回晃，都不能太大，嗯，对。在实际的水里，就是说它吹到，你今天加，但是呢加那个，始终保持一定的位置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，这个下的太少，下的太少。万一他打错位了，打到他手上了，打到手上就是跟蚊子一样。下次看我手里不得多了，我这个皮球就没有了，不要分了。我都跟他说了，你要再红，你也要做，你也要做，那么做完了，下次他们什么，你可以走靠远出来打，下次就出来打远了。那个养鸡一样，打个鸡场儿吃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吃完了。